学易经华人班授课。同修阿弥陀佛。大地它的形成都有它生成的法则，若是我们知道它的法则，处处都是朋友啊，处处都会见到它天地的精华。若是我们不了解三行的法则啊，见山就是山，见水也是水。若是你了解了以后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。以前在我们南投万丹山，万丹山呢，人家说身坐万丹山呐、啊，脚踩牛港岸，坐得到台湾产田园得一半，得一半。结果万丹山的地理到现在还没有被点走，但是我们的中二高把它压住了。中二高在差不多14年前，我们千佛寺还没搬来，还没买这块地的时候，哦，我一直看上那一块地，已经落平下来，哦，我要想买起来作为现佛寺用地，但是老祖不肯，老祖说不行，这个地不能有，啊，以后会变。我说怎么变？老祖他会变就会变了，你不要会做精神，所以我就没有去买。地也差不多谈好了，等到最近呢才知道，中二高刚好规划是从我们想要买那个地全部盖过去啊！我在赞叹说，老祖啊，啊，他所有一切在掌中，在让我来到这边来。万丹山的地呢，以前据说了、传说了、据闻了，哦，我们中国的文章呢最会说传说嘛，传说是不准的啦。但是，也有他的道理。啊，传说当时呢，杨贵生来到台湾，要来拜地理，到南投了民间那个万丹山，到那里都每次来都起雾，啊，都云雾都盖住了。哎，杨本宪的杨贵生呢，他知道说这个有好地理，出大富大贵的地理，所以哈、啊，他呢每次要去不给他看。有一天呢，他去了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祖师爷，山河大地，圣神本地众神，我某某人，我是来看一看就好，我不会拜你，啊，请你让我看就好。”结果讲了几分钟以后呢，哇，那道云就雾就开了，他才看到啊这个好地理。好、啊，那个好地理，他就做了一对诗，才说身坐万丹山呐、啊，脚踩的牛港岸，八卦山的牛港岸，坐得到台湾田园得一半，第几把坐也就台湾滩。这几把打了一首诗，用石头刻在那旁边，吼、哦，就很多大家希望发财了，拼命往那个万丹山，去
那边寻找，要找那个宝地。那么万丹山呢，它的地理确实是很好，但是后来想起来，万丹山我们讲这是天心，十道天心，十道天心，万丹这个天心，我们那个叫佛心。好，那万丹山，那么在万丹山的地里呀、啊，也有十八穴，在那边我跟人家点出六穴出来，点出六穴，地挖下去，那一个下面都是圆圆七彩色，圆圆的，好像元宝，那些七彩圆圆这样。好，那个穴里面。七彩颜色，好，拿了这个穴子，这样一个图，挖下去有这种七彩这个色的图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我那个照片呢，几十年了，好，不然我还可以找出来找看看。好，那个宝穴点了将近有六穴或七穴，后来每次我要去点的时候，前三天人家就用两个竹子就。定了，我说奇怪呢，好多事是这样。后来我才问他们周围的人说，为什么我原来这个穴在这里为什么定了？你说前三天呢、啊，玄天上帝护灵机啊和鸡童啊来定的，来定的。我说奇怪了，好，我要定给人家了，他们来就来定走了，做那么厉害，结果是玄天上帝。灵那个鸡桶来定好了，经过三次以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哎呦，恐怖！好、哦，为什么呢？我不了解人的因果，现在上帝了解人的因果，表示追上了好地理，我要点给朋友也好，好、啊、那、啊、神呐、啊，他知道这因果了，就现在把它占了，就不让我定。不让我点给别人了、啊，啊，这个是神，天意，啊，神他的这个事先就来点了。那么玄天上帝有三个兄弟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。老大点地理是第一名，老大，玄天上帝大圣的点风水好厉害。每次我去定，然后玄天上帝他就来定呀。啊，有一天。啊，有一天呢，啊，我就碰到一位做风水的先生，我说某某人呐、啊，啊，这个这么好的地理，有没有人得去？没有啊，但是他来定了以后就放在那边，水不敢再用，等待有缘人，有福有德的人。在万丹山有一个好风水，形状就是蜈蚣，蜈蚣出洞，亚刚出洞，蜈蚣穴。啊，蜈蚣穴要点在哪里耶？一条脉的蜈蚣穴，蜈蚣穴很大厚，人家他很刷电，不刷电给人蜈蚣穴啊，这点在这里，这猪有个猪，好啊，那它有两个穴，上穴下穴，上穴呢刚好在南头那里，一个陈家的人点走了，做了，那陈家那个带呢，从这里风水下来有五百多个人。出生了500多个人哦，蜈蚣穴那个脚都这样，很大的蜈蚣穴。好、哦，山上落下来，那我的岳父啊，我岳父的祖先呢，那时候啊，我也就把他点到这边来，点到这边来了，那风水是这么
那么这个穴就在这里，这又一个穴。脑里面的珠，汗吐出来的珠，有这个珠，吐出来的珠，最在脑里面的珠是最宝贵，吐出来的珠呢就其次。那我就把它点在这个地方，风水就坐在这边，这边我交代那些做工的人，我说这个你要做这个风水，人家这个好地的好，你绝对不能把人挖到，你挖到就好。结果做风水的人啊，他们都算平嘛，一平一万八，哇就把它挖出去了，挖了，挖这样挖了，人家他以为挖了，然后要怎么砌起来嘛？风水做风水的贪心啊，好的，一挖了，他家里的成家了，他们的这个人老头子啊，七十几岁八十岁，马上就倒闭，不活。不泼啊，好、哦，那个你流泡泡，马车都倒了，唰唰唰唰唰唰，连续那天傍晚唰两下三下两三个，哦，他们组里面的这奇怪的怎么会这样？就派人来看，结果把这个挖掉了，做工人把挖掉了，在家里的人，好就老说啪就倒下去了。后来我的舅子。啊，二舅大舅呢，啊，去跟人家赔不是，在赔的时候，他家里祖先的公妈白啪就砍了，就倒下来，你看多生气，祖先的牌位哦，怎么不砍呢？就你看多生气。然后做风水的那个水泥匠，啊，那不对啊，才跟人家道歉。啊，在上香跟人家做祖先道歉，这事情才过。那是蜈蚣穴，牙根。啊，说蜈蚣穴要点在两个，蜈蚣的珠呢，它是在头里面，在头，不是在口，吐出来珠是比较的没那么好了，在头里面的珠，蜈蚣牙根。啊，所以有其形必有其灵，有其灵必有其应。啊，还有在竹山有一个好风水，那是啊乌鸦穴的。当时在竹山某一家随时留家的。非常富有的啊，那这些子女呢不了解了，有一天又把就是要把它挖起来，要挖起来重葬，结果挖起来了，打开了，那烟呢开始冒烟起来，好、啊、里面呢有好几只的小乌鸦，行着灵气，有乌鸦呢，哦，他家人赶快要拿棉被来盖，已经之后气就化掉了，只剩一只小乌鸦，脚也断了，就不接下来再埋上去，风水就没有拿起来。后来出生了一个孩子，就脚就断了，掰咖，你看很灵哦，那家还不错，虽然散掉了，还有一点余气。所以能够成型的，那是就大富大贵。在竹山有一个公墓里面，我去看了、哦、啊，这里有一个好穴，就是田螺参裂痕。那地形呢，就田螺一直，田螺一直，我、再下去了。好，田的山形就是。啊，这边比较深，下雨水会下去。好，这样啊，这中间呢，这一节就太急。好，一个风水，有一个在高雄开
啊，船公司拆船的，他有七个兄弟，啊，请了那个大陆来等的那个先生呢，赣州来的大师啊，哎，这里田螺。田螺机械，田螺械，所以葬在里面的话，水也不会淹。啊，就交代他们的子女，好风水的，你要来得到这个灵气，你靠祖先的灵气，哦，来直接间接来转波、再波来比应，比较有限。那么最好的方法呢，交代所有子女七个轮值啊，轮流来这里拔草，每个礼拜轮流来这里照顾，轮流拔草。所以兄弟轮流拔草，开始从很穷到非常富有。这个产业看山形，山的形状哇，弯下去那就田螺形、田螺穴，在丰原。地下道旁边，啊，二十几年前，啊，我在看，哎呦，一个田螺穴，田螺的旁边一定有青蛙，田螺旁边有青蛙穴，好，青蛙穴，那个田螺穴呢，他们工厂在那边开工厂，结果是世界最好的电钻，钻在人的那个头。田螺嘛，蚕螺、哦，世界上最好的这个钻头，连德国也输它。你看那么厉害，那么妙，那是形状山川的形状的田螺穴。好，我去看了啊，你们做田螺穴的，啊，田螺穴不然你们的钻电钻会做那么好，刚度啦，比德国、比世界、比美国还好。后来呢，他就钱就赚了。上面一只小青蛙，他就在盖了一栋大楼，盖了一栋大楼在这边。青蛙穴呢？你上面不能大楼把它压了，把青蛙压死了。啊，田螺这边呢？接下来呢？刚好路开过去，路开过去没有完全破坏，但是你青蛙和田螺。没有水的时候，青蛙它会去吐一些水给田螺，它又过一冬。你看到田螺就有青蛙穴，看到青蛙就有田螺穴，这个就是三形与六兽。啊，后来盖到那个青蛙穴上来，我叫我去看，我说无救了啦，青蛙死了，啊，你把它压死了，田螺。他也跟着会慢慢的枯萎，所以他呢，做了钻呐，就开始慢慢的退，很奇怪哦。知道风水了，我们要坚守风水的法则。我们若是不知道风水，我们就全钻了，就会糊里糊涂，自己败自己呀。好，在丰原啊。也有一个宝穴，叫白鹿。在翁子社，要到东市的半路上，白鹿含。寒草的穴，好、啊，那白鹿寒草穴那个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，也没有时间去找。所以北鹿甘会照，的寒化穴，白鹿寒，丰原，啊，白鹿寒花穴的，
白露寒花走了，寒花跑，坐得到心隐万万斗。接着用葫芦话讲，白露甘花走，做得到金银万万斗。啊，这葫芦话来形容这个很贴切，用国语来形容就很难去形容。但是根据我的看法，那个点呢、啊，现在也是东西向的高速公路，又把它压掉了，又压了。每天从这里经过的金陵是满满道，高速公路啊载着一些啊货运的等等呢、啊，金陵也满满道，这个也是行。我看了，后面那一只白鹿，鹿角有啊。这个穴我还没有看到，它的水是朝着大甲溪，收着大甲溪的水口，所以那个做得到的话会大富大贵。那看这个地形，不是看一个小房子小小一只小猫一样哦，要看大格局，大格局。有时候呢，这个格局呢，将近1公里、2公里、3公里也有。啊，这要看大格局，不是看小局。那整个长吉山仙佛寺也是一条生龙，龙腾虎跃到大殿，到大殿周围要有很多很多的守护神，好，很多守护神来守护着这个穴。人家问了老师啊，你仙佛寺什么穴？没有穴，没有穴啊，只有龙的宝地而已啊。啊，穴者们形状，形，我可以说我们白鹤穴，啊，也可以说我们这个是乌龟穴，啊，像我们的如来园那一点，那一点呢，就是整个台湾的太极穴，真正的太极，如来，啊，在我们佛家来讲，啊，如来。我们再讲就混沌，混沌未开，如来完全寂静的时候如来，然后佛就是无极，智慧就是无极，智慧是无极，没有极限的无极，然后啊这个四田，哦、啊、就太极。太极就两仪，好啊，就两仪了，好啊，无极是这样来，是无极表示的，啊，太极呢就有两仪，有两仪就是有两仪，有善有恶，善恶啊，无极呢就是就智慧，佛的智慧，混沌未开。就是如来，我们如来园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八卦这一点呢，原来很奇怪哦，这里中间这一点呢哈、哦，就有一边黑一边，自然就一边黑，这边高了会出水，低的不会出水，低的会出这个水是阴阴的，高的出水阴阴的，比较低这一边呢是干干的。白白的，那是阴阳二极，上面我就种500多万，啊，中间是佛，500多万代表着众生，啊，这边中间是佛，所以我们看大地理呀、啊，啊，我也希望说，我们有机会的，来找看你们比较。好的，这个空照图，空照图呢，来看你哦，这只像什么？这只像什么？大的形状、形体啊为主。在台中，这个大肚溪、八卦山和大肚山呢交汇口的地方，啊，那一个地方呢，还、啊、出了。很多很多的校长，光那个村呢就出几个校长，全省
校长出最多的就是那个村，奇怪耶。我在鼓励大家要出校长的时候，要考校长搬到大肚去住，就会考校长，就很快就会考上。那么大肚那里呢，整个大肚溪是墨水，大肚溪是墨水，大肚山，整个大肚山呢是一支很好的笔。汉的这个八卦山相对的，那里很多的小山呢、啊，那个小山呢、啊，就是笔，这个墨，笔尾，毛笔，有墨，有水，有笔呀、啊，那个、当然是出贵人、出文人。那个地方呢，有其形必有其灵，所以台湾很多很多的好地理，我们有的有得到。有的没有得到，有的有破坏到。我们在要到日月潭孔明庙旁边呢，出来那里就是有一个螃蟹的穴，螃蟹穴，螃蟹穴呢就像一只螃蟹在水边，两只脚出来，那个水出来过来，那个是宝地。结果当时在日月潭一个叫什么什么都啊，什么都饭店的老板，他买了，他为了喜欢钓鱼，他把那个螃蟹的一只很大螃蟹蟹小山丘，他把这里就打破了，开个水池，要开个水池，结果这里出来一个太极，就螃蟹的卵那么红，哦，这很大，圆圆的。那时候我跟李老师啊，完蛋完蛋，这个人一定要拜，这个人一定要拜。我说什么呢？这个人把螃蟹的天地精华把它拜破掉了，要拜。后来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呢，同学，毛家的毛王爷的孙子啊，是我这个同学嘛。他说：“我们当时这个毛王爷呢，我们叫毛国雄的同学呢，好，我去找他，问他那个是谁的，他说哪一个已经败了，那个饭店已经败了。他说问什么？我说那个路上，我们老师说那个龙蟹。”破掉螃蟹蟹败掉了，那个把它挖下来，这边就马上败，事业全部摆个头，所以山上可天不可挖，好、哦，山地山河大地所凝聚的这些兽形啊，好、哦、都有它的存在，都有它生命的存在，好、哦、以后慢慢的。会讲给各位，好，因为例子太多太多，好，我看个例子很多，好，也因为讲故事呢，给你们了解。以后反正有蟹的旁边，你要好好把它点对，不然的话你就得远一点。好，就大地，大地里隔壁的旁边呢，皆绝地。这个有穴，如果坐这里，那有穴就绝地。以前邱创焕他的祖先，他就做内政部长的时候，他一些地理先生，哇，他当内政部长，在他洪水的旁边就挖个洞就要上，每个人更肿、更衰、更白。好，大家都不了解这个道理。所以有好地理宝地的旁边都是绝地，因为灵气它都吸收了，你们最好不要靠近，靠近呢也是被吸走了。所以大地隔壁旁边呢都是绝地，好，这有它好很深远的意义存在。好，那我们早上课程到这里，好，阿弥陀佛。